来，还有五分钟，我们请光年会区的会士们带我们唱歌。 已经不存在了 ，OK， 好，路德在路德党
OK， 好，没关系。好，其他的就是我们真的堂的信友们。OK， 好，我们继续哈。接下来没有休息哦。啊，接下来这个瑞朗帮安排的是11:50就下课啊，能够提早就提早，不能提早就啊，我就继续哈，就看我的血糖还有没有正常。因为神父，我们是动产堂，所以时间安排的一定刚刚好，一定刚刚好。我们11:30就11:30吃饭。我12就准时昏倒，11:10准时爬起来，胸破裂了，奇怪，我还去上班，还去打卡，惊死他，我说要不老人，我要养好多人，所以爱上班，但是陪住我一口一口嘛，上班看钱，吃大吃大了，吃米饭就对了。我的国语听懂吗？听懂。啊，真的他还听懂吗？我们闽南语讲的还对吧？可以。因为我们台湾族讲话一定是弯弯的，知道吗？你要不要讲那个故事？好，还要继续听吗？是。哦，真的他已经是15没有请我来这里讲对象了。要恭喜你来哦！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是格子布的时候 ，OK， 哎，还是等等 ，OK， 不是这样，你们要听这个故事吗？要 ，OK， 再听一次哦。好，有一个台湾组的小学退休的校长，退休以后呢，他就去当牧师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牧师就主持一个教会嘛。有一次，这个牧师就祈祷啊，然后要结束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弟兄生病了，我们一起为他祈祷讲。祈祷。好了，我们再一次为他抹刀，变成是抹刀啊，这个抹刀抹的。好了，我们要结束了，我们一起再一次为他带刀。很多的故事了，但是有一些都是带一点黄的，不能在这里给你们。只有原住民，全部原住民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讲，才会好笑。一定要用母语讲才好听，好，对，啊。